然后我看这里哦，麻烦把它加起来，怎么加？根据巴斯卡定理哦，你看这题怎么改？你看一下，这不上下数字都差几？差三，行不行？所以说它可以写成希勒三取三，加上希勒四取三，加上希勒五取三，二加上希勒九十六取几？三，从三取三一直加。好不好？底下都取三，加九九取三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抓住下面这一个，以后只要看到从希勒 n 取 n 开始，底下都是取 n， 这样行不行？上面一直加累加，这样行不行？加到最后一个之后，麻烦怎么算？把最后一个上下都把它加一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说把这一个上下加一遍，吸了100取几？ 4， 现在出来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OK。